近日，巨型桶水母入侵意大利东北部的迪里亚斯特，当地环保组织认为可能是异常风向和洋流将它们推到了港口聚集。一般来说，桶水母体重最重达35公斤，伞状体直径最长达90厘米，甚至长达1米，是地中海海域最大的水母之一。虽具毒性，但对人类并不致命。有网友提醒，这些巨大的海蜇并不适合被端上餐桌。